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写实战场模拟器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第三张地图的战役吧。如果呢各位啊还知道这个隐藏单位呢哪边有的话呢，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提供你们的影片啊，或者是提供你们的一些攻略啊，老头呢都会一一把它看过。感谢各位的提供啊，因为呢老头自己有去找啦，但是好像目前貌似是没有的样子吧。对，貌似，是没有找到哈。啊，这边都会有一些奇特的彩蛋，这些都并不是我们要的一些新增单位的功能哦，的道具啊，应该是这样讲啊。对啊，然后据说好像真的就只有更新这三只而已。之前网络上的那些攻略啊，不是攻略，网络上的那些展示啊，好像都只是开发者的展示吧，往后才会有那些东西的样子吧。所以说呢，我也是找不到啊，所以说这个就让各位去找看看哦。各位如果网络上有查到一些相关资料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哦。那这个我们眼前的队伍呢，非常的隆重哦，就是全部都是远程，全部都是远程的话，我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应付哦。也不能太过于仰赖。也不能仰赖啊，这两只应该打不赢吧，马上被戳死啊。不过我是蛮好奇的，各方一只看看好了。剩下1000块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一样做长矛。嘿，这样子行不行？试试看。之前有观众有留言说左键按注释慢动作，我现在才知道，玩这么久。哇哦！太慢了！按G 是完全停住的，更慢的慢动作哦。我觉得没必要。哦，他杀了，哇，死光哦 ！GG 思密达。Why？ 船。我靠！直接卡在那边，哇！人飞起来，你鞋冲啥啦？华尔兹尼，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，2000块就这样砸下去了，丢，碎呀！哇，大爆射，有没有机会？根本查不到啊！死光光！顶你个心！顶不下去！大林老师，你丢哪里啊？白痴哦！宙斯，虽然我觉得没什么屁用，就是了。抓！抓！抓！宙斯要死了！宙斯要死啦！放这里，放在这里行不行啊？他卡在这边放闪电哦，我们搞不好有机会赢哦。看这种方法过会不会太靠北啊？不行，他松脱了，他松脱了。这家伙松脱了，居然伤害这么足啊！完了！但是有机会，居然用宙斯就赢了 ！Are you sure？ 差一点！来，相信自己！哦，我们宙斯呢就继续卡在这鸟地方，等他们过来，非常好。来呀、啊，等你们来呀、啊！一个一个变成我的囊中之物，嘿，丢下去，碎啦！地形打法，哦，那宙斯有点大只哦，小废物，哦，别 ，yes， 终于赢了 ，Oh my god！来阴招才有办法赢啊，不然都难打要死。终于啊，
哦，这一关是什么？一堆迟钝维京人。这个可以启用我们的扭扭加宙斯，应该赢得了吧？撑住，撑，直接死掉哎、欸！哦，牛超硬，滚滚滚！哦呦，牛要被围死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个阵型不错吧？嘣！好、哦，有压死 一部分了，剩下就是远程攻击，有没有？看一下我们的弓箭手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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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迟钝的有点过分了、哦，不过还是有办法逼住他们，赢了啦！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没有赢。哦，完了，一面倒，哈哈哈！哇哇哇，尴尬尴尬，这个不行，战船是大失败。锐减到变有宙斯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行、啊，他这样被飞扑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飞扑，我们可以叫一只小兵去挡就好啦，是不是？来，这样我才可以放闪电攻击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，这样清的才快嘛。可是我宙斯要死了，死掉了，这还是不太行。大象大冲刺，有没有机会？哇，这大象攻击很高，踩死了不少只。啊！大象死了，完了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弓箭手身上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破盾手，刀镰刀姐姐，哎、欸，砍错边了，镰刀姐姐，没关系啊，镰刀姐也是很强的、啊，一刀一只啊。可是射到自己人的那弓箭手，大象死了，镰刀姐天下无敌。有没有？哦，居然完整射死了一只。镰刀姐，别这样子，镰刀姐，砍！哇，是砍超多只的，这个镰刀姐真的很强，但是还是死了。Go， 两只镰刀姐行不行？哎呀，一人打一边嘛，是不是？哦哦哦哦。哦完了，完全被围死，这完全被围死，算了，我决定要这样子了，硬一点是不是？硬一点是不是？有了，有了，拼了、啊，砍下去啊！对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是不是？哎，以量取胜啊，哥哥。怎样？这一关也太简单了吧？那给我两千了，这个我就直接这样就好啦。还是说里面有？哎、欸，靠背里面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要死了。万万没想到里面也有，被打死了。我的妈！嘿嘿嘿嘿嘿，叉超勇士，所以。就是要这样集中，很可以，有机会。卡利老师砍两下我就死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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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这个状况有点尴尬。丢，有法师死了，还有谁活着？哇哈哈，只剩投石机是要玩什么啊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、oh, ，自己毁自己，再看一次刚刚是刚刚有一点机会啊，刚刚是有一点机会的、啊，机会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行，再一次，这个石头没丢准，再丢一次，一样没有丢准，林北再丢一次。一定是角度的问题。再一次，发现呢，这个投石机呢，应该要上去一点呢，这样行不行？哦，这样打起来才漂亮嘛，死一片有没有？有机会，有机会了。
有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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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，你居然姐姐不能死？也对对对对，姐姐就是要拿出姐姐的本事啊，是不是？拿出姐姐的本事啊！对啊，结束他干什么？我操你！把自己姐姐给杀了！我的，没关系，赢了。哇，这小子真阴险呢，把自己姐姐给干掉啊！哇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哈。哎，这边的话呢，长矛，又是长矛。我想一下，我们那时候长矛怎么解决？宙斯嘛，可是他只给我1300，宙三小，我随便乱玩的，我不知道，不要理我。哎，他们会这样集中嘛？没有错，啊，就一个诱导的方式，啦啦啦啦啦，唰啦啦啦啦，唰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完蛋了，他们砍过来了，哦，哦，哦。然后呢？其实我后来发现啊，其实只要一只就够了。剩下的190呢，能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还用说？剩下的190，射啊！不行啊，才一只而已，射什么东西？我真不知道剩下190能干什么、欸。好啦，小矮人闹一下闹事也是可以啊，没有不行，没有不行。沙啦啦啦，沙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沙啦啦。哦，大材小用，完了要死去了。可不可以把他们全部带下去啊？我有好奇哦，正好吃运气啊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感觉有点不太行。We die， 不行，这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嘞？感觉又会卡住哎、欸，对他要走错边了。妈的，林北故意放这里行不行？有没有机会？哎、欸，越放里面一点，好像有点机会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尝试一下他这种方式，带到天荒地老。好了，现在他们这边剩一点点冲过来了，砸得到吗？赢了！哇，终于赢了！看，这是超难的，我的天，这他妈超级难，难炸天，难炸天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下一关。好，那这个嘞，我只有1500啊，镰刀姐，药水，1500怎么玩？国王绝对死啊！国王的话绝对死啊！1500，弓箭流最直接也是最快的方法，但是他们远程会丢药水，我勒个去！那我们势必要有一只冲锋，不然会过不了。5只对抗镰刀姐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只有一座桥，有点难过。哈维，马上被砍下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最起码他在天空飞不会有事嘛？可是他不能往那里冲啊！我们电脑的 AI 真是有个蠢嘞、欸，蠢愚蠢至极，你知道吗？压压的好，压的正巧正妙。巴拉啵啵啵啵啵，巴拉啵啵啵啵啵，快点啊！用死他们啊！
等什么？对嘛，虎兵，这肯定老师开下去，对，没有错，插死他！等什么？赢了！哎、欸，哇，地上一只，地上那一只在滚，那一只，哈哈，那揍他！有没有赢了？是不是？到底你看一下，哦，感觉超痛的，哦，终于，超难，超级难。这一局的话，我来看看。其实这局应该还，看又给1200，就是因为一直给这么少钱，有点仰赖战船，感觉好像也不太行。一击秒杀，能秒杀到他们补不起来血，对不对？呀得多，呀得多，我们攻击高到来不及补。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？在游啊，在游啊！我这局超简单的、欸，哇，这一局简单到一个我都不知道，哇，莫名其妙了，太好了，至少不是卡关。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升几关。哦，我们还很多呢，我们真的卡超久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啊，这伏兵的话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过的？我们是怎么突破双伏兵的关卡？狂战士，对不对？去，感觉好像会输。他们数量比我们多了一点，没错，马上被秒。呵，不行，一定死。没关系，试试看啦。转转转转转！哇呼 ！Yeah， 输了。这怎么打、啊？战船两只，剩下500块。哈维战士，哒哒哒哒，马上脱衣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那好，你呢？我是不是很聪明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用这个超好打的，他妈超好打，好打到炸天，好爽，马上过了，爽歪歪。那、啊、这一关呢？三台车子，我们有4500。你们就是一直想用这个行不行？啊！啊！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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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连晕的时候都在旋转，妈这超强的！战斗龙卷风！哇！旋风斩，旋风斩！旋风蛮来袭，靠都靠到自己人都不会死吗？挺好奇的。感觉这样靠死了不少人，晕了。忽然，哦，大胜利，哈哈哈。哦，前面超难，后面就开始，哎呦，有宙斯 ，Oh my god！ 完了，这个有宙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基本上这个打这种长矛兵的话，用宙斯很好打，但是他们也有宙斯的情况。我是觉得有一种方法，但是要看运气。我们也把一只宙斯出来，对，这个至少希望这个可以一箭穿过宙斯，但是这个就是要看运气了。哎，如果真的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一箭穿宙斯，一箭穿心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应该是不会穿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很意外哦，很意外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哎、欸，他们宙斯死了，哎、欸，没死。宙斯猪死豆，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启梦，启梦式丢法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完了完了，剩宙斯大对决，就看谁血量多了，是不是 ？No， 宙斯撑住啊，起来啊，宙斯！正牌宙斯加油 ！No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这都有变数的，再一次。通通都有变数的，
是不是？可以，好，再来一发，碎！哦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暂时要拉后面一点会比较好。哎，不用啊，咱们可以两只镰刀戟啊，没什么问题吧？镰刀戟打宙斯也很痛的，好不好？解决他们，没有错。但镰刀戟前提之下是不能马上死啊，那死掉就没得玩了。我们宙斯突然死掉了，真尴尬。我能说什么呢？宙斯居然死了，砍他，砍他！牲畜，相信你的信仰，死了。信个屁呀、啊！再一次，噔噔噔噔。我觉得他们太早进场了。还是我们1000块有什么可以玩？不能啊！啊，1000块，稻草人好了。然后120的话，就这两只啊，随便。稻草人也是远程嘛，加减加减，这样清的话会很快。比较烂的就是这个稻草人攻击的频率实在太低了，他的装填速度很慢。但我以为宙斯死了，你看乌鸦到现在不攻击，他妈太慢了。踢什么啊？哇！哇！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怎么会？太令我意外了。这个再一次。电，哎，怎么没有电到？哇，怎么会变这样子啊？一切不都好好的吗？应该要先攻。哇靠，这个闪电先攻，这电整排的，哎，好爽啊！有了有了，这次清的特快啊！有了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乌鸦再加上赢了，哎呦，先发制人，我们的宙斯，敌人的宙斯变成中毒宙斯，哈哈哈哈，好吧，那么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聊到这里结束哦。嘿，那个这个难度越来越难了，我觉得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玩下去哦，玩到后面可能需要一点休息时间。好吧，今天先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超写实战场模拟机再见面了，拜拜。